玄宗年间，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畅游溧阳。这位豪迈不羁的诗仙，竟然为一个普普通通、默默无闻、长眠千年的乡间女子刻碑写序，诗酒祭奠。这是一个怎样的女子？这是一段怎样的传奇，才能让这位才华横溢、眼高于顶的绝世天才如此敬仰，如此心惊荡漾？请欣赏大型水景剧《真意千秋》。善良的江南巾帼侠，他不怕那些残暴的士兵，却担心他的家人和他的村庄受到牵连，毅然坚定沉默地走向了碧波的河中央。春水流，流水换长沙，换不尽青石对你的牵挂。听蝉鸣，鸣出离别的声响，一曲冬柳泪眼梨花。秋风起，落叶挥别声响，任凉意穿过思念的窗纱。夜无声，洗净尘世的浮华，是谁的容颜让我永远放不下？谁的心声走在花前月下？长空潸然，夜半相思红妆照白发。谁的琴声走在花前月下？谁在梦中画出落日余下？我愿做一粒沙，与君长伴海角与天涯。
蓝天，青青河畔，我们好像看到真女那双聪慧质朴、坚定刚烈的美丽眼睛，正在深情凝望。星光灿灿，万籁俱静，我们好像在聆听这位心灵手巧的江南女子，正轻拨琵琶，诉说着对家乡和亲人的无穷怀念。天幕湖畔，英雄的坚韧和真女的刚烈，化成薪火相传的溧阳文化，使这座温婉秀美的江南小城流淌着豪迈雄健的精神血脉，成为建设今日溧阳、崛起奋进、缔造神奇的力量之源。